2011年嘅時間，我咧係其實小產咗一次嘅。咁咧嗰陣時咧，我完全咧嗰陣時係其實得幾個禮拜啊，或者8個禮拜到。但係咧嗰陣時覺得個人係完全崩潰曬，唔識形容。去到手術台咧，我仲問醫生：你有冇 check 清楚？隻手咧係可以為你而設計，摸到我自己個身體，所有媽媽設計任何一個部位。咁啊，你睇到依度已經有50多個媽媽嘅依度，係感覺揩來揩去嗰啲痕跡已經留低咗喺度啦。身體係屬於我自己。好有趣的物件是不講大話，就等於身體都不講大話。身體是有時候會很攰咯。上邊呢個鏡頭咧，影你一路畫一路講嘢嘅。我哋喺個網站裏面主要係分享呢一條片，咁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媽媽一路畫一路講佢自己個故事。咁我覺得嗰刻係到而家我都覺得係。